大家好，我是阿基斯。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蟹肉蒸豆腐，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电锅料理。只要你花个三五分钟的时间，把材料摆好，电锅按下去，很快就可以完成。这道蟹肉蒸豆腐，我们利用甘甜的日式酱油，还有鲜甜的蟹肉，让整个滑嫩的鸡蛋豆腐充满浓浓的鲜甜味，非常的爽口。我们一起来试试吧。这道蟹肉蒸豆腐非常的简单哦，当成宴客菜摆上桌也是非常的大方好看。你们学会了吗？赶紧试试看哦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